是个缘分。那你喝什么？我喝 whisky， 喝 whisky， 那我也跟你喝一样的。可是 whisky 很烈。没关系，那你可以借我喝一口看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喝一口吗？很好。在喝酒哎、欸！你是在干什么？什么这样子啊？铁杯子干什么？铁杯子干嘛？没有，就是喝一口而已。这个味道还蛮好的耶，不然我再点一杯，然后我们看要不要喝别的口味。还是你推荐我？我推荐你啊。有什么好喝的？嗯，有什么好喝的、啊？这是酒醋对不对？因为不然我们喝那个有另外一个日本的 whisky 也不错，于是那我们就点一杯好不好？好啊。因为我喝过嘛，还蛮好喝的好。那我们就再点一杯。好，一杯。好，那你要不要喝一口看看？好啊。第二杯就叫人家混酒，还蛮好喝的，蛮好喝的是吧、嗯？那你常常来这吗？我没有，今天跟朋友来。啊、哦，在哪里？朋友在哪？朋友在这边。哦，我是他朋友。你好，怎么样？你好，聊酒，聊酒。推荐我一个很好喝的日本。对啊，我朋友对酒最了解啦。真的，对啊，丁丁那真的，他家酒窖超大。哦，那平常还有什么兴趣？兴趣就喝红酒。红酒，我也是哎。真的吗？改天可以就是约一下。可以啊，顺便吃一些搭配红酒。好啊，那你可以给我享受美食，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吗？电话哦，好啊，我可能不是很方便了，我跟你讲。为什么我们下次一起出来啊？可以一下，可以打断一下吗？小哥，你聊天是没有内容的吗？对，就聊一些酒啊，然后怎么可以去你家怎么喝一下不？除了酒没有别的，对，没有别的话题吗？小哥很怕，小哥很怕冷场，对。我很怕冷场，所以我可以把主动权交给男生。哦，好。主动权啊，可以，你可以开一些话题跟他聊，看他有没有趣。对，因为我是感性型的，所以不能一直聊一些太你花的东西。以后是跟老师的提醒吗？小偷，两位继续。要聊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。分线。所以男生出动吗？我不要问是吧？好，你好，我是丁丁，你好。你好，丁丁。哎，那今天是跟朋友一起来玩吗？没有啊，我一个人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忘了。我是朋友，没事，你们聊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说你又放我歌词。没有，我那边有几个朋友那边跟我聊天，我就跟他们继续聊，你们继续当我不在。哦，你好呀，我朋友很有趣吧？还蛮有趣的。哦，你好，很开心认识你。真的，你平常喜欢看电影吗？哦，喜欢。那最近有没有看什么？我喜欢看鬼片之类的耶。鬼片哦。对，最近看一些可能就是比较日本的鬼片啊之类的。我蛮害怕看鬼片。真的、啊？为什么？你不觉得鬼片其实那种对人那内心的那种刺激的感觉，其实触动到内心，然后很开心那种感觉？鬼片不会戳到内心、啊，就是那种紧张感，那种紧张的感觉。可以受不了了。美人姐旁边已经睡着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看不下去了，因为没有内容。我喜欢看鬼片嘛。而且这样子一讲，纳豆，你今天长得好像日本色情片导演。他，不是，角度不对。啊，那你不看鬼片，你看不用聊了，就停了。不要聊鬼片了，谢谢了，你可以回去那边坐一下。看来小哥的谈话内容加把劲了，看看恋爱教母 Julie 是如何在聊天时散发魅力。姐姐你好，我是丁丁。Hello, 你好，丁丁，叫 Julie 就好了。在喝东西吗？对啊。敬你一下啊。我们俩应该有共同的朋友吧？哎，还是我们换一下 Facebook。OK 啊，这样可以看一下。你再找找我好了。我记得我们俩应该中间有一个朋友，好像叫纳豆。哦，哎呦。我好像有在纳豆的 Facebook 看过你，那个人真的很好相处，真的，对啊。哎，所以你认识很久了吗？有一阵子，大概一年多了。我们有时候常会一起周末出去玩啊，看电影。OK。哎，有我看你们之前在华纳打卡。对。然后看那个暗战的那个吗？对，很好看那一部。难怪，因为你的名字很特别，我记得。真的吗？OK。哎，纳豆也说他今天要来耶。这个是你朋友啊？他说他认识你啊。对啊。
叮叮啊！哎呀，我对男生记忆都不太好啊，叮叮叮叮叮叮。我们上次打卡就滑到一些叮叮。对，我有看到，我看到，因为我在附近。哦，你真的是不错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好，不然再下次大家一起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一起嘛，都认识了吧？对对对，就是看在互相在家好了，不然你从大东面也可以找到。好，嗯，好好 ，OK， 好，好好好，好，对，我去找个朋友一下。好好，对啊，好对啊，一起的朋友。你要回去吧，小红。不要不要打烂仗，我们不要打烂仗，不要打烂仗。对对对对。丁丁，你自己感受到的差别是什么？你觉得？我觉得 Julie 姐超真诚的，就是她给人一个很真诚的感觉，然后很想要真的跟你真的想跟你做朋友。对。那小扣给你什么感觉？小扣给我就是一个很浮夸的感觉。对，小扣，你是真的用这种方式在跟人家聊天吗？对啊，我还会问星座啊，他问他们家里有几个人啊，然后他是老几之类的、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就是姐也是把那个启动那个话题，可是他让丁丁可以 follow， 可以 follow， 可以加入这个，对 ，OK， 那变成他跟小扣中间，你都只能被动的回答。对，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话题。对，其实我就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尽量去寻找，就是我们之间会没有共同的东西，我真的才能够聊下去。是我真的就是那种在聊天的终结者，所以通常大家跟我聊天就没有办法聊下去。而且你要当聊天的终结者，你也要终结到让对方很有印象。OK， 哎呦，美人姐来了，美人姐，来 action。哎，文姐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丁丁，你好，丁丁你好，喝 whisky 啊？对啊 ，whisky。哦，对，哎，你知道台湾一年喝掉多少 whisky 吗？等一下，美人姐，好难，是搞15年前喝掉几条高速公路那种梗吗？去年今年7月1号以前的那个年份呢，台湾是全世界喝掉 whisky 排名世界第二名，我们仅次于美国。哇，天哪，而且真的是学识渊博，而且是苏格兰 whisky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我非常支持苏格兰独立，因为你知道现在苏格兰在公投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超爱的史恩汤纳莱，他也是会支持苏格兰独立。这是搭讪还是拉票？我想知道一下。我觉得你要讲竞选无趣的话题，你要无趣到让他觉得哇靠，这女人好麻烦。可是印象很深刻哎，啊，就是这样会让我印象很深刻，真假的？哎呦，有中是不是？对，一本很有电到，因为你学识够渊博，然后对人家讲，哎，我增长有点知识，好像也蛮不错。这么乱讲的，没有。这个我觉得这个像这样子的讲法，反而会让人家有兴趣听，因为那个言之有物，对，真的，而不是瞎聊。而且会想象你平常到底在关注哪些事情，会觉得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好像很想了解你的很特别，很多很不一样的兴趣，这样子，对，想法很不一样。而且其实这不是严肃的话题，美人姐，对，这不是我在因为你是主持人的关系，所以觉得说啊，你这样是成功的，而是它是一个好玩，好玩。有趣的是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台湾的名次保住，对不对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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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是有趣的，这是 OK 的。好吧，我真的太无趣了，又没有什么知识，就是让大家没有办法聊下去。先坐，先坐。